数，请告诉我是几颗？10颗。大声念出数字，用小小的方块排出正确的答案。这是大爱幼儿园入班体验的数学课。学到有数据，因为我喜欢算数。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上课，提前适应小学的生活。好玩，因为可以跟小学的学生一起上课，可以教他们上课要做好，然后不要讲话，还有不要上厕所。学长学姐们展现的风范，让弟弟妹妹对未来充满期待。一年级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呢，带领他们去体验一下进入小学一年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原来小学生活是这么的有趣，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期待，然后也比较安心。好的读书环境，亲切的陪伴，让小朋友更快进入新的学习阶段。大爱新闻林思文翁国家花莲报道。